政府积极推动违章工厂辅导改善，颁定实施特定工厂登记办法，明定立案申请日期将伫3月19号截止。嘉义市政府建设处为着呼吁未登记立案的工厂尽速办理，日前特别伫中央广场举办大型宣导，除了乐团演出以及特色市集，更同时邀请相关单位设档，现场提供免费的咨询，希望业者把握最后期限送件申请。为着让民众会当做伙来关心未登记工厂的管理作业，共同守护市民的权益和安全生活的空间，嘉义市政府26号在中央广场举办大型的宣导活动，邀请在地特色市集伫现场设档，各乐团带来相当精彩的演出，让民众会当会拿食美食欣赏表演，嘛了解到嘉义市特定工厂的重要规定。因为嘉义市目前共有150间符合立管资格的工厂还未完成登记，嘉义市政府建设处特别委托中华民国地区发展协会专业辅导的团队，一间一间来进行着风蚀和说明，呼吁业者要赶紧在3月19号进行提出申请。因为呢，今年的3月19号就是一个未登记工厂最后来辅导纳管的最后期限哦，所以呢，这个连假过后呢，不到20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现场呢，相关的局处包含了警察局、消防局、环保局、财税局，还有社会处都在现场，所以有问题呢，现场都可以来咨询。而且现场我们还有有奖征答的活动，如果你是一般的民众，想要多了解特登工厂，也可以借由这个活动来了解到底这个特定工厂跟纳管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场除了有这个辅导以外，我们现场也有其他的摊位，好吃好玩，还有呢下午呢还有演唱会的活动，希望呢可以在这么好的日子里，大家呢来享受演唱会、吃美食、喝好喝的饮料以外呢，也可以来了解什么是未登工厂，什么是辅导纳管，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把握最后的黄金的时段。谢谢。为了协助民众申请，嘉义市政府特别开设 LINE 的官方账号，提供民众线顶咨询和资料下载的服务。另外，如果无申请到立管，或者是无清楚家己是毋是有需要申请，嘛欢迎会当到嘉义市政府一楼大厅联合服务柜台、特定工厂咨询服务柜台来进行询问。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首先进入游戏场一定要先看看我们的告示牌哦。穿梭迷宫，小朋友在里面体验的时候可以训练自己的空间感哦。地板游戏区，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区域来体验不同的触觉，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质哦。转转乐，想要来点刺激感吗？可以跟朋友一起来转转乐，还有跷跷板，一起体验这个设施哟。音乐演奏区，可以透过敲击、拍打，还有旋转，一起来聆听不同的音乐声哦。平衡挑战区，这个部分有平衡木，还有跳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训练你自己的平衡感哦。爬爬方格区，想要知道自己移动有多灵敏吗？就来这边体验看看吧。花中彩绘区，这边有一整圈的黑板，可以让你尽情的画画哦。玩累了吗？我们还有安静小屋，可以让你在这里休息哟。我们的休憩区还有不同的光影变化哦。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12感官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哦。透过公园里面这些设施，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感觉处理，提升自己感觉统合的能力哦。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一起来体验吧。